Hello， 各位小歪，我是阿歪。他们真的好嗨哦，好笑哦。那我们今天会公布八万订阅抽奖的中奖者哦。你们真的好嗨，好有笑哦。阿歪，阿歪，我看你们技能干嘛？还当蓝，还当嗯啊，好欧美。对啊，阿歪。刚七号好像说他是小丑，哦、超兴奋的啦。客房这边人有点多，来按个通讯中断。先假装进来几个通讯，有看到二号队友了，可是不知道三号跑哪去了。接完通讯就差不多要准备跟狼队友聚集刀人了，大家都统一往下走。这个二号也往下走，那我先去找他好了。现在我们的淘汰竟然还有四秒左右，七号说他小丑哦，你们在哪里？我在储水间，我在客房。看到三号队友了。三号去首饰，三号去首饰。那个储物间那边有尸体啊？不是，就是餐厨房那边。我忘记刚法医说了没？应该还没吧？很久了，我杀死。储物间阿歪，我帮你们，阿歪帮你们。啊，我刚是在餐厅门口有杀吼，好像不该按这个火灾的，不然尸体很容易被拍。这个八号真的原地。挂机呢？还是他是工程师呢？你看，我们这样绕一圈 ，CD 又快好喽。等一下给杀这个五号。哎，原来这个三号还没刀哦，被七号小丑看到，但应该还好啦。因为我记得法医还没出，尸体倒在那个厨房的外面，然后我是警长，我觉得阿歪活过这局应该是啦。我这边我是小丑，会帮阿歪。对，然后大家听阿歪的票。哇塞，第一次抢到！我刚在做任务，然后拿到工程师，然后我这里刚刚有灭火啦。好，我这里刚才也是很荡，然后呢，刚才去做任务，因为我很想抢法医，然后阿歪是狼。法医确实好像还没出来，哎、欸，没有，我觉得我没有死是因为有七号小丑跟着我，就七号他都是守护我，所以呢，七号应该是坐死那个真小丑，所以我觉得狼应该是不太敢刀。那我不知道后面有没有要跳什么工程师戳其他的。目前假设四八是真神职的话，那狼哥可能得排在二三九吧，就这样哦，过了。我在厨房加工食物，然后去客房购买饮料，然后还有要下载。数据对，这边我刚刚有看到三号面的、啊，在那个饮料机那边有看到三号面的。哎、欸，刚刚二号有讲话吗？二号没讲话，因为他挂机。那没关系，我想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出九警长去枪三号，这样警长比较不会死。哎哎哎，你现在看要不要枪？咦，这个七号不是说他要帮狼吗？害我刚刚顿时有点傻眼。但是我想说，反正先把九号一个好人出去，他们好人只剩两张，就算警。警长真的等下枪了三，我们狼加小丑还是3-2，所以应该还有机会。好像没有听到枪声哎，那我们先断个电，希望队友没被枪。又被枪！哎、欸，我看到四号警长走在我后面，他是不是想要枪我？又被枪吗？被枪？没有。好啊，那你先躲起来，先躲起来。我也先赶快躲进去地洞。哇，看到四号走过去，四号在储水间这块哦。哇，跟第一场就跟阿歪跟三。我当这个狼人好酷啊！耶，八号工程师跳进来了，你们按一下破坏。我不知道他听不听得到我在讲话、欸，或是关门，关门。哦，好，我躲在地洞，有人来了，四号在这边。我四号在右半边。三号，你等一下先别下蛋了，不是招一招就赢吗？对啦对啦，刀一刀。哦，好。我没想到工程师直接在这边解啊。OK OK， 乐嘉乐嘉，我是六号加我好友。乐嘉不是乐嘉。哎，天使大爷，天使。阿歪，我可以加你好友吗？阿歪，我可以加你好友吗？哎呦，现在这个乐卡很受欢迎哟。你看乐咖每次都说下次不要跟你玩了，结果还是一直抢粉丝场。阿歪被我猜中了，阿歪是狼呀，我刚刚就买了身份啊。哎、欸，你们不要露麦哦，不要露麦，我好怕他们的声音会被听到哦。上面任务条有动一格，那我们先走好了。好好好，你们要真的当狼人，就是一定要赶快按那个破坏，因为我看有些人按破坏都按好慢哦。阿歪，我是小
队友，那我们赶快跟他一起走。哦，我看到乐咖跑过来了，先来关个门。等 CD 到再过去把他给刀了。哎呀，怎么有点难追？啊，我感觉我的队友好像把三号小丑刀掉了。我记得刚法医有出，所以希望队友可以守尸到。哎，我刚其实也没有针对乐咖，只是他刚好跑到我的视线，我的 CD 就真的又到了。好，我在守尸。这局队友北败哟、哦！好好好，六号往客房那边跑。看到六号往右边走，好像在看热像。三刀了，三刀了，我在客房那边也刀了一个九。六号该不会要去客房吧？那我赶快去把他给刀了。你看，我们 CD 又到了，太棒了！哎，结果好像有看到这个六号哎，我还以为他看到急救室很多人头会往这边走。现在都没有人发现尸体，狼队优势很大，随便找个路人把他给倒掉。哎，游戏还没结束，应该再一刀就能。好像工程师在左边。哎，救命！好帅哟、哦！乐高的法医，好险，好险！对啦，哎呦，好险我招了他。你玩的，我把你封锁了，不要跟你玩。你每次都说不跟我玩，结果都还是一直冲。那我把你封锁。才舍不得你、啊，每次都第一个刀我，我没找到阿万，就是刚刀我就算了，然后还嘲笑我，但这么缺德，我嘲笑怎么那么缺德啊？然后你还哈哈哈，真笑，这才是我想看的。好啦，那要来公布中奖名单咯。中奖的是这两位粉丝，那你们就在这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你们的 WePlay ID 跟你们想要的套装。哎，然后不要再有人给我冒充中奖者哦。上次抽独角兽套装那一次，我还真的遇到有一个冒充中奖者的，哎，竟然还盗用他的头像，我真的超级傻眼的。如果你们在冒充的话，一律加入黑名单。然后也有很多人说，为什么每次都抽不到他呢？没有抽中的话不用太伤心，因为这没有中奖是很正常的事情，毕竟有将近2500个粉丝参加，所以这个中奖几率本来就蛮低的，那大家就带着一个有中很好，没中也没关系的心情就好了。那之后还是会有很多抽奖机会的，大家就敬请期待咯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哦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见啦。